来吧。啊，要涂色。照了个镜子，画了自己现在的样子吧，应该是戴个发带嘛。就你这画起来有点像忍者。我觉得他的画其实还没有眼睛、嘴巴、鼻子都还没有，就还行。不知道该画什么表情，所以就没画啊。如果有机会再给他加个表情吧，加不知道该加微笑的表情，还是比较酷的表情，还是忧郁的表情。所以还没有下好，还没有点睛。嗯，不错。